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的 Mina 私房菜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大盘鸡。那么大盘鸡哈是新疆的一道名菜哈，那所用到的材料呢就是一只整鸡，然后土豆、洋葱，然后青椒、辣椒、葱姜蒜，还有很多豆瓣酱。那我们自己准备去做那个大盘鸡里面的那个面皮哈，那面皮是非常好吃的，所以呢我们先开始和面。好，那我们用和面机和面，那是用这种勾勾的头，然后呢把我们在和面机里面加面粉，好像加的有点多，然后加一点点盐。加盐呢是为了让这个面等一下和出来的时候更有嚼劲儿哈，更筋道。然后呢我们再加水，我去拿水。那这个水的数量掌握不好的话，可以边和边加，观察面的情况来加水。在等待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喝杯咖啡来享受一下等待的时光。那晚上我们喝一杯吧。大盘鸡要配什么？大盘鸡你知道吗，它的香是用啤酒炖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吃着大盘鸡喝啤酒。检查一下这个面的软硬程度哈，感觉还不错，所以不用加水，就让它和匀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面团现在已经成型了。成型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让它醒一会儿，拿那个保鲜膜把它盖起来，醒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准备大盘鸡的材料片。好，那我们先准备大盘鸡的配菜哈，撸起袖子做大菜。那我们的配菜呢，就是需要面前的这些东西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切青椒。那青椒呢，都是洗过的，然后处理过里面的那个青椒籽。我发现我做菜分量都特别大，一大锅一大锅。红椒的作用呢，主要是为了好看，就好像你化妆需要涂口红一样。那红椒的作用呢，就是为了点缀你这道菜，味道没有太大区别。我每天都在做黑暗料理，然后有一些歪理谬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切姜。那因为鸡呢，它本身有一点点土腥味儿，所以姜片呢可以多放一点。一是现在天冷可以去寒，二是可以去掉这个鸡的土腥味。好，然后蒜呢也是所有蒜都给它拍一下就好了，这样方便更好的入味儿。香菜呢是等一下全部都炖好的时候在上面装饰用的，所以我们先可以把它准备好。好，接下来切洋葱。好，然后给土豆去皮，我们需要两个土豆。我来切。这土豆去皮之前这么大，去完皮是变这么大。好，切土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大盘鸡的配菜呢，还需要一些干辣椒，我就把它准备在这儿，免得你忘了。然后一点花椒。那配菜准备完了呢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把主角请出来了，我们的鸡。那这个鸡呢，还是我前天去大华超市买的。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我那期视频呢，就是戴着口罩放大华的那期。我们先把鸡屁股切掉。好，然后呢，
所以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就是要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斩得了土鸡，还有什么斗得过流氓吗？哎，有没有点像我刚才切白菜，就是那天做那个水煮鱼切白菜的那个既视感？我也是这样切的。还好阿姨把这个刀磨得超级快的，不然我怎么切得开？看我处理鸡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别惹女人。你看，刚那只鸡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手麻木了，已经就开始炖鸡吧，不怎么好听。现在就开始一起炖鸡吧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炖大盘鸡的秘密武器，等一下你就知道要怎么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开始做大盘鸡。水擦干哈，然后再放油。我就喝了一口啤酒，你打了三口嗝。你是要模仿陈赫吗？陈赫那是哥。我的鸡切得好随意。什么形状的油？那差不多等到鸡都炒了变色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加啤酒，基本让啤酒盖过鸡就可以了。然后加了啤酒，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加，不然你这道菜就毁了，就是要加一些糖，去综合啤酒的苦味。这是糖吗？嗯，好像是。厨房里有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我加了40勺糖，等会儿开锅之前我还会尝尝味道，如果苦的话，我还会再加一点点糖去中和那个味道。现在呢，大火烧开之后，我们就转中火，然后煮差不多30分钟左右吧。然后我们，我想想啊，不是30分钟，煮20分钟左右吧。然后我们会下土豆，然后再过10分钟左右呢，我们会下剩下的青椒、红椒还有洋葱。好，我们现在定时。现在在等待鸡煮的过程中呢，就去准备我们所用的面。砧板刚才我有洗干净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擦干一点。那我就给它分成2份。均匀一点，然后我就可以切，把它切成大面条、大面皮。差不多这么宽就可以了，这样比较好吃。我感觉我可以把它再拽长一点。这是不是就是扯面呢？抻面是不是就这么抻的？扯面还是扯蛋呢？可能会觉得那扯蛋呢。哇，我都擀面擀出汗了。好，现在开始切。已经过去大概30分钟了，刚有点事耽搁了哈。那我们现在把土豆下进去，好，
现在我们定时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呢下青椒和红椒，然后再煮10分钟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烧一锅水来煮刚才我们做的面片儿。这个水里呢加一点盐，为什么加盐呢？可能因为煮饺子需要加盐吧，所以煮面片儿加点盐。那现在水开了，我们就把面片放进去。10分钟过去了，现在呢就把青椒和红椒放到大盘鸡里面一起煮，我们再煮10分钟。切了一点蒜末，这样子开锅会有那个蒜的香味。好，那我们的面皮堆好了之后呢，现在就等我们的鸡出锅了。哇哦，哇哦！现在我们就加葱和香菜，完成。好了，那我们的鸡肉现在好了呢，我们就把鸡肉盛到面上去，然后把汤汁浇在上面。哇，好香啊！自我宣传，一个良好的销售要懂得自己产品的优势，是吧？我们的优势就是色香味俱全，最主要的还是家常干净、营养、健康，而且料足。啊，我还剩一大锅，所以大锅鸡果然比大盘鸡有料。行了，剩下这些放锅里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盘鸡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。我是米娜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干杯！祝大家周末愉快。